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SM Wang， 今天是6月1号，也是 CMCO 不第几天了啦，不要管它啦。今天因为那天我拍的Malaka来要太短了啦，所以今天我拍长一点，而且今天是下雨天，现在你看，等一下我去做一点，斩掉那个 video， 直接去到Malaka来，因为我去Malaka要拿一点货，这边转一转啦，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讲，那个风街那边也是很假烂啦，现在假烂也没办法啦，就是说风街那边是靠旅游客的，现在没有了旅游客，要怎样呢？开出做这样咯。真的很惨了，没有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咯。所以这个前面这边就是印度街啦，印度街的后面就是布拉莱呀。你可以看这边的车其实是很少很少很少了。印度街每次很 hot and spicy， 就是这种 holiday 的时候吧，现在是马来人过年啦，每次假期都有很多游客啦，现在也没有什么游客了，要我们走过的时候看一看啦。所以我们进入了印度街啦，这是当今 hop 这边很出名的 dodo， 印度料 dodo。所以这边是九楼啦，有的人叫九楼街，印度街就在前面。你可以看那个车子，你自己看咯，那个车子还是一样回复不了啊。真的是很少车，这边现在吃饭时间呢是很超级big的时间来的。现在店看起来是还有开啦，这边也是旅游景点啦。所以这条路就是进去红雾了啦。我在 MCO 的时候没有来啦，我的平常来讲这边一定是见不到，好像狗跟人讲，你看现在。因为这边是旅游景点啊，你看现在都没有人了，清清淡淡。这边还有一个蛇的安哥没有来啊，这边哦没有蛇的安哥，都没有东西了，全部就是这样啦。你看这一期就是旅游，真的是旅游景点，现在变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不用变了。这个就是红屋这一期啦，红屋过后，这个是 on the way 去马拉格莱亚了。这就是 museum 看船的里面，左手边是去 Sample Hill 的地方，这个就是马拉格莱亚马国特的旁边啊。你看这边的车子，这边是很多小小间啊、大大间的 hotel 全部在这边，而且 hotel 多数在这边啊。所以店面来讲，可以看马路上的车，就知道店面有几多了。我看有一些店是真的是关定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空到完了，车子也没有什么车了。你自己看哦，好吊关，因为没有生意嘛，开了工人的工钱也要走，真的是很惨。多数是锁住铁门的啦，锁住它的玻璃门啊，它的店的门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门拉了也是关到完了，没有游客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你看的马国特在你的右手边，左手边是巴拉湾啊。看这边的路。跟那天5月4号我出来的车辆差不多一样啦，一问都现在没有风啦。你每一个地方如果是小店，如果讲刚才我去李吉江和各县，你也是一样中，同样的你要排队很久，我已经排一个小时今天。所以进这些 shopping mall 全部一样了，就是要排队才有 limit 进去里面坐几多人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样子咯。我们去后旧的马拉格莱亚区，就是比较离这边比较远的，那边就比较少 hotel， mostly 是 office 比较多，因为我是马来在那边，我去拿 wire 那些东西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啊。说这边啊，这个时间啊 working day 是很多车的，真的是很多车的。你看这边都没有什么车 ，OK 啦。马国的 medical center 不要讲啊，因为医院还是很多车的，把那些小小的店啊。看这个马路就知道了， volume 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没有游客，变到马六甲真的是死掉了。除非你做的工跟旅游没有关系的，好像我朋友不是做旅游业的，因为他的 service 不可以走，不能做就没有办法了。这边很多都是有 related 的，政府还没有公开全部可以。现在一问我要去 KL， 我要拿警察的心，这么要去 KL， 看这样子来讲要怎样？
我连在马来西亚过出去马六甲都不能，洗车场也是在洗住，没有洗车也是开住过了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。现在开门做生意啊，如果你没有做上网啊，很难啊，如果你是卖东西的话啦。所以我今天的 Malaka Raya 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，如果你喜欢影片朋友请给个 like 跟 subscribe 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